大清早起看外边这一个拖车，我以为干啥的呢？是上咱家来的。Go back。院的车不要了，可能卖了500块钱。这台车，你又来拖来了，推出来直接顶到门口。原来这棵花放在那个阴凉地方，可能没有太阳，好几年了也不长。挪到这边，现在长得挺好。这是第一棵我种的，看我这个花。我剪完以后第二次开的就是花头小一点，但一剪了出了这么多的小花骨朵，真好。这棵也是都不错，都活了，就是开花小啊。这棵也是开这么多也不错，反正它是活了。拉叉拉这车装好了走了啊，这台车拉走了，走一台是一台。院子里都写破烂车。这是 parcel bay。我想动。土嘛，那里边，放在中间。OK。妈呀，这得老胖人了。为什么鸡蛋可能就是给它固定住？你打太多了吧？行了 ，OK。看我干活，盖盖。长时间咱也不知道，先赶着看吧。煎培根就是，实际就是以煎培根在里边慢火。是铸铁的火，是那个 chips 老美的那个里边放的 cheese， 哎，都是发胖人的啊。完了放在上面，盖在顶上一层，像披萨一样啊。我也做实验。好，以后再出外边野营去这么做，气死，然后这么一加热它就会化了，像个披萨一样。哇，不管它胖不胖，呼，好痛，嘎医生再等一下就好了。不算成功，反正知道咋做了，先尝一下。Interesting. 看样是不好吃呗。